关的饮食大补帖。那首先我们要先请同学们来想想看，饮食大补帖里面有讲到了补，那我们台湾人呢非常重视进补这件事情，同学们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进补吗？现在同学们想想看，我们会在哪个节气上进行进补？第二个问题是，请你查出2020跟2021这个节气进补的日期是哪一天呢？同学们可以透过网络搜寻的方式都可以得到答案，或是扫描这个 QR code， 它有非常多的节气的日子，因为每年节气的日子它不见得会是同一天哦。接着我们要来公布正确解答。第一题，台湾人会在哪个节气进补呢？答案就是立冬。很多同学呢都会认为是冬至，但其实呢，我们台湾人会在立冬的这个节气进补。冬至的这个节气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吃汤圆。那再来呢，节气进补的日期呢，以2020跟2021这两年来说呢，都是在11月7号。但是呢，也不是每一年的立冬都是在11月7号哦，有时候它可能会在11月8号。接着我们要来看两句俗语。第一句，冬令进补，开春打补，这个呢是跟立冬有关的俗谚。这句话指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冬令有进补的话呢，它会让我们的体力倍增，身体状况更好。于是隔年呢，在春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打老虎，它象征的意思就是你的体力旺盛。第二句是立冬收成期，鸡鸟卡会啼。这句俗谚呢，指的是立冬的这个节气呢，就是我们谷物收成的时候。当谷物收成的时候呢，鸡跟鸟它们会有非常多的谷物可以吃，所以呢，这时候呢，它们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会啼叫。所以这句俗谚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再来，我们要谈谈进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事项，一共有五大点。第一个是要知道自己的体质，第二个是根据时令，也就是季节，第三个是食材跟药材，第四个是补适当，第五个是注意作用，所谓的作用就是交互作用。好，我们来看看知体质。什么叫做知体质呢？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一样，所以呢，必须根据你的体质来决定进补的食材。因为有些同学你可能是属于燥热的体质，有些同学可能是属于虚寒的体质。再来是根据时令，最好是可以用当季的食材来做进补。食材跟药材指的就是有些进补的食材，它是食物的一种，但有些进补的它是属于药材，必须去中药行才能买到。那有些呢，它是属于既是食材也是药材。那补适当指的就是在进补的时候呢，我们只要补适量就好了，而不是过度的进补。过度的进补呢，不会让身体更好，反而会造成身体上更大的负担。作用指的是交互作用，进补和某些药品或者是维他命其实是不能一起吃的，否则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现象。接着我们来看看，我要怎么知道我的体质是属于燥热还是温还是寒呢？主要就是透过中医的视诊。在古时候呢，或者是同学们如果你有看过古装剧，你应该会发现古时候的医生帮忙诊断疾病都是利用把脉的方式，透过脉的现象来诊断你的疾病或你的体质。那中医视诊呢，指的就是望、闻、问、切。所谓的望，指的就是观看你的脸色，观看你的气色，观看你的肤色。闻呢，就是闻你的气息，还有呼吸声，来判断你的身体状况。问是问诊的方式，医生透过问诊的方式来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切指的就是所谓的把脉。再来呢，我们要谈谈看我们台湾呢在冬令进补中呢，最常见的饮食有以下这几项：姜母鸭、烧酒鸡、四神汤、羊肉卤、药炖排骨跟麻油鸡，这些都是台湾传统的
代表作哦。可是呢，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些饮食里面呢，大概只有一项在我们平常的春天、夏天、秋天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呢，其他的饮食呢，似乎只有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才比较容易买到或是吃到。同学们知道是哪一项吗？正确的答案就是四神汤。在这六道进补的饮食里面呢，四神汤是属于比较温和的进补饮食，所以呢，即使它在春天或夏天，其实也可以喝得到四神汤。那其他我们看到的饮食呢，它多半会在冬天的时候才吃得到。第一个是由于它里面的食材跟药材，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燥热的。那在这些燥热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在立冬的时候呢饮用。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来谈谈看，台湾呢，其实在两个地区的羊肉炉呢相当的闻名，不晓得有没有同学知道是在哪两个地区呢？羊肉炉非常的闻名。好，如果同学们曾经到这两个地区游玩，或许你品尝过这个地区的美食了呢。正确答案就是在彰化的西湖跟高雄的冈山，在这两个地区呢，他们所贩售的羊肉炉是非常有名的哦。每到假日呢，在西湖地区跟冈山地区的餐厅呢，都会充满着很多的饕客前去品尝羊肉炉。再来，我们要谈谈刚才所介绍的比较温和的食补，叫做四神汤。应该同学们都有喝过，它是比较温和的。那四神汤的由来呢？相传是源自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他身边有四位大臣劳累过度，这时候呢，有人就开出了一个药方炖猪肚。这四个大臣服用之后呢，身体便痊愈了。这时候呢，乾隆就非常的高兴，昭告天下，四臣。指的是四个大臣啊，那这时候呢，四神汤就在民间流传了。后来因为发音的转变，就成为了四神汤。那同学们应该都喝过四神汤。四神汤顾名思义就是四种药材。同学们知道是哪四种药材吗？这四种药材其实指的就是淮山、芡实、莲子、茯苓，跟同学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应该很多同学心里想的是薏仁跟小肠，但是其实最原始的四神汤版本并没有这两种食材哦，只是因为现在坊间制作四神汤呢，它可以任意去调配它的食材。那我们要来谈谈何谓药，何谓食补呢？就文字上面的意思，我们来解读。我们认为空腹吃的，我们就称为食补；那如果是病患吃的呢，我们就称为药补。接着我们来举两个案例，也就是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的，就是所谓的四物汤跟四物饮啊。那我们也在电视上广告常看到四物饮的广告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四物汤跟四物饮啊。其实呢，以主要成分来讲呢，四物汤跟四物饮就文字上的解读，它就是由四种所组合而成的哈。那所以呢，四物汤跟四物饮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由熟地黄、白芍、当归、川穹哈这四个东西组成的。那四物汤呢，以添加物来讲的话，四物汤没有添加物。那四物饮呢，其实在市面上贩售的四物饮，它会添加了譬如说其他的冰糖啊，或者是青木瓜、柠檬酸，让四物饮喝起来呢味道比较不会那么的苦涩。那制成的方式呢，四物汤是把药材放到水里面炖煮，那有时候中医师会告诉你几碗水炖成几碗水，所以它是纯中药的熬煮。那四物饮它就是属于加工食品的一种。取得方式呢，四物汤的这些药材呢，必须去经由医师处方或者是中药行贩购买。那四物饮呢，通常已经是一个成品贩售给你，那所以我们在卖场啊或者是超商都可以买得到。属性呢，四物汤呢，因为它是必须经由医师处方，所以它是属于药饮的一种。那四物饮呢，因为它并没有经由医师处方，而且它在一般的商店就可以买得到了，所以它是属于食品。那如果是药
生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一题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C， 月经过后。所以呢，各位同学，如果呢你有想要忌补的状况呢，最好是选择月经过后。那月经期间呢，其实是不适合忌补的，因为呢，月经期间呢，如果呢过度忌补的话，可能会造成你月经来更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等月经过后再进行忌补。再来，下一题我们来看看，以下哪一个选项它其实是不适合忌补的哦 ？A. 心血管疾病 ，B. 肥胖者 ，C. 生产后第二周。同学们想想看，以下哪个状况是不适合忌补的呢？这一题的答案呢，其实有两个，不晓得同学有没有发现，答案就是 A 跟 B。心血管疾病的人为什么不适合忌补呢？因为我们有提到，许多忌补的饮食，它的属性有可能是比较偏向燥热的。那心血管疾病的人呢，吃了这么多燥热的忌补饮食呢，反而是对他的身体造成极大的负担。B 肥胖者，因为忌补的东西呢，如果热量太高的话，也会对肥胖者是一个负担。那生产后第二周呢，其实它是很适合忌补的。再来呢，我们要谈谈看交互作用。什么叫做交互作用呢？就是某一项食材或某一项药材搭配药物的时候，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情况。接着呢，我们请同学来看看，以下哪个搭配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这四个例子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的案例。A. 螃蟹配柿子，应该有很多人常常听说螃蟹配柿子容易中毒。B. 柚子跟降血压的药。C. 香草配养乐多。D. 牛奶跟抗生素。同学们想想看，这些我们常听到的例子，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呢？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跟猪。B 跟猪如果一起使用，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不良的效果。那在螃蟹配柿子跟香草配养乐多呢，其实呢对我们身体并不会产生严重的危害性。大家可以发现，如果药物跟抗生素搭配柚子或牛奶，反而会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呢，当你服用药物或抗生素呢，最好的方式呢还是选择配一般的开水是最安全的哦。再来，我们要想想看，时代的变迁，在古早的时候呢，阿公阿嬷的年代，在要进补的时候呢，阿公阿嬷常常会用比较天然的食材，花时间去熬煮，然后用炖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会发现上班族越来越忙碌了，那我们健康饮食也开始有所改变了。所以呢，现在的饮食呢，大部分的人呢，已经不选择用花时间去熬煮的方式，而是选择更便利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健康食品。同学们如果有去过卖场或超商，应该会发现，现在健康食品的项目实在越来越多了。从电视广告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健康食品。那健康食品呢，它必须有得到认证。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标章，就是所谓的小绿人标章的话呢，就代表这一项产品呢，先经过卫福部认证了，而核发给他的健康食品。同学们，如果你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进到卫福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你可以查询到哪些产品它是有符合健康食品标章的。那怎么样的产品呢，才可以得到健康食品的认证呢？第一个，这个产品呢，它不能标榜它可以治疗或矫正疾病，也就是说呢，它不能说喝了这项产品或吃了这项产品可以治疗好你现在所有的疾病。第二个，它必须符合所规范的保健功效。第一个是调节血脂或免疫调节、肠胃道、骨质保健、血糖、护肝、抗疲劳、延缓衰老、促进铁质吸收、调节血压、过敏、不易形成体脂肪跟牙齿保健。所以呢，同学们呢，你可以想想看，市面上你看到最多的健康食品广告，应该就是第十二点，
常常有广告告诉你它不易形成体脂肪，而且获得多项的国家认证。所以呢，为什么它可以获得认证呢？就是因为它的产品不易形成体脂肪，于是呢符合了某一项功效，它就可以得到健康食品的认证。那我们再来看看，它有讲到不易形成体脂肪，它这属于保健功效，那它并不能拿来治疗疾病或矫正哦，也就是说不能拿来作为减肥用途。再来我们来看看健康食品跟保健食品。健康食品呢，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因为它经过认证了。保健食品只是我们一般生活用语的一般名词。那健康食品跟保健食品，我们从标题上可以发现，其实这两个都是属于食品而不是药品。所以呢，当这两个都是食品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两个都不能跟民众宣称可以治疗疾病，因为食品是不能拿来宣称治疗疾病的。再来呢，健康食品它必须得到卫福部的认证，认证之后会有一个小绿人的标章。但是你所看到的保健食品，尤其是同学常常会在第四台的广告看到许多保健食品的广告，那这保健食品呢，它并不用经过卫福部的认证，所以呢，它也不会有合格的小绿人标章。那再来呢，功效的话，健康食品它是有保健的功效，保健食品它是作为营养补充的。那再来就是两者都不能强调治疗疾病。那健康食品呢，虽然它有符合保健功效，具有某一些好处或某一些优点，但是呢，其实呢，相反的，保健食品呢，它其实不能治疗疾病。那在这些好的功效背后呢，其实在某些健康食品呢，它也有隐藏的一些危机，就是它的热量或者是含糖量其实也是相当高的。再来我们要看看哦，同学们或许常常在广告上看到喝绿茶到底可不可以减肥呢？那脂肪真的可以被绿茶而消除吗？其实呢，广告最常出现的广告用语就是告诉你绿茶它不易形成体脂肪，但是我们就字面上来解读，不容易形成体脂肪，不容易不等于不会。但是你喝了这罐绿茶会不会形成脂肪呢？当然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绿茶本身里面没有油脂，所以它不会形成体脂肪。但绿茶可不可以消除你身体多余的脂肪呢？其实呢，最有效消除脂肪的方式还是透过运动哦。接着我们要来看看，不易指的是不容易而不会。那再来，不容易是因为本身没有油脂，当然不易形成体脂肪，而且不易形成不代表它会消除体脂肪哦。同学们可以再想想看，如果绿茶就可以消除脂肪，那这样子我们靠绿茶就可以来减肥了，不是吗？所以呢，其实同学们千万不要相信绿茶可以帮助减肥或消除脂肪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呢，还是透过运动。接着我们要来看看市售绿茶它所含有的成分以及热量。首先我们来看看这瓶健康绿茶，它标榜它有多项国家的认证，是因为它的功效符合了三个：不易形成体脂肪，可以改善肠胃道的功能，以及调节血脂。所以它所谓的多项认证是因为功效多种。再来我们仔细看到它的建议摄取量，每日饮用650毫升，也就是说如果要饮用的话，每天一瓶，不要过量。注意事项也提到，如果你要饮用本产品，其实最好洽询医师或营养师的建议。再来还是要搭配均衡的饮食及适当的运动。再来我们看到营养标示，这瓶茶饮虽然没有脂肪，但是它也不是零热量的哦，因为它有所谓的膳食纤维，所以茶饮还是有热量的。那这瓶茶饮的主要成分是菊苣纤维，菊苣纤维是一种水溶性的纤维质，会增加我们的饱足感，所以饮用后会觉得肚子胀气或者是有饱足的现象。最后还是要告诉同学，这项产品只能供保健使用，不能作为治疗疾病哦。接着我们来看看联合报的这则新闻，有名女子三餐饭后
弃了呢？一名身材圆润的女子呢，她想要减肥，可是她不想运动。看到电视广告标榜着叉叉健康绿茶有助于减少体脂肪，所以呢，她三餐饭后必来一瓶。结果呢，没有变瘦，反而造成腹部的严重胀气。原来是因为她喝太多了，因为在这罐绿茶里面有菊苣纤维的成分，造成她胀气。女子反映呢，叉叉健康绿茶标榜着有助减少体脂肪，可是她喝了却没有明显的成效。没有变瘦还胀气，非常的不舒服，于是批评广告不实。那再来呢，我就发现这名女性只要大吃大喝之后，就会配上一罐叉叉健康绿茶。喝了之后，她发现排便变顺畅了，认为可以减肥，所以呢改了三餐饭后必来一罐。她误以为喝了绿茶就能代替运动，于是把它当成减肥药食用。可是我们会发现，在这罐绿茶里面，它有一个成分叫做菊苣纤维，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但是呢，纤维值的过量会造成肚子的胀气。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喝这样子的产品呢，第一个，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减肥食品；第二个，一天喝一瓶就足够了。如果一天喝三瓶，可能会造成反效果。接着，我们透过这一则新闻，我们来想想看。在这则新闻里面，谁做了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喝？他怎么喝？发生了什么结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看看。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呢？就是一名身材圆润的女子。那为什么她要喝呢？原因就是她看到电视广告标榜不易形成体脂肪。他认为呢，这样的产品可以帮助他减肥，所以他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如何饮用呢？在他饮用一瓶之后，他发现他排便顺畅了，他因此认为可以减肥，所以呢，他变成每天三餐之后都喝。好，于是他发生了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产生因为菊苣纤维过量的关系，造成他肚子胀气不舒服。那除了这样的结果呢，他也没有变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当然就是因为它过度的饮用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同学们可以想想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真的要减肥，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透过运动哦。那真的要搭配饮料的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其实在许多的研究也曾经显示过，微量的绿茶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脂肪分解，但是呢，最好是使用新鲜现冲的绿茶，因为绿茶里面有丰富的儿茶素，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燃烧脂肪。但是当制成产品之后呢，它的儿茶素其实就很有限。再来呢，如果真的要使用绿茶的话呢，其实应该是适量就好，而不是过量，不要过度依赖，将它当成减肥的产品。所以呢，健康食品或是保健食品都只能补充或辅助，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同学们千万不要将食品拿来作为治疗的效果。绿茶到底有没有减肥的功效呢？其实呢，绿茶有辅助的效果，但是呢，最好的方式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这样子呢，才可以更提高你的减肥效果。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单纯就靠绿茶让我们变瘦了，最好的方式呢，还是透过均